还尽天涯芳草色，陌上深深依旧念诗者，此时浮生无可说。人间第一淡离别，你唱山歌门不是死无难心。苏州是一座有着2500多年的历史文化名城，自古就有崇文尚教的优良传统。这个地方虽然在王国维短暂的人生历程中不过是惊鸿一瞥，或许只是他雪泥红爪的记忆而已，但作为后来者重温王国维在苏州的生活时，这个地方便显示出他别样的文情。1904年，江苏巡抚端方在府学原址扩建江苏师范学堂，罗振玉任首任监督，王国维担任教习。从那时起，苏州中学百年新学的历史由此启幕。我们现在面对的就是一幅油画，我们给它起个名字叫做新学三巨人。中间这个是罗振玉，他的右手边是他的好朋友王国维，这两个名字一说大家都可能会肃然起敬，就是学徒大家呀。这个如果各位对甲骨文略有所知的话，当年甲骨文研究成就最大的四个人，这哪四个人呢？郭沫若、郭鼎堂、董作宾、董彦堂、罗振玉、罗雪堂、王国维、王观堂，甲骨文四堂，这边三堂，两堂半壁江山，学术层次可想而知。当王国维全方位地把西学和先秦诸子哲学的内容系统地梳理一遍后，这一次他彻底放弃西方哲学，转向中国传统文化研究。哲学史家是为人家服务研究人家的，哲学家是自己创造的。他就我要创造哲学吧，我感情库多，我太多了。他说他不能做一个纯粹的一个哲学家，所以他是告别了哲学家时代，进入文学家文学时代。那么这个所谓的文学时代呢，就是他创作诗词，尤其是词，对吧？那么他词呢定为人间词，那么他人间词写得很成功，成功到什么程度呢？他说南宋以来除了一大一二大家以外，我不多让也。百年后的今天，已经82岁的王庆山第一次听到学生们吟诵祖父的诗词，虽然他身在当下，心却进入祖父的词境当中。咱们看他写过的一首《浣溪沙》，写的是一只大雁。那这个词我读完之后，突然觉得怎么可以能够把看起来好像很不相关的两个场景完全可以贴到一起去，产生一种强烈的艺术的张力。什么意思？天末同云，同云就是那个乌云呐、暗似垂啊，整个天空布满了云啊。诗行孤雁逆风飞，有一只诗群的大雁顶着风飞，江湖寥落而安归啊。你在江湖中这样的飞来飞去，你到底要去哪里呢？哪里才是你落脚的地方呢？陌上金丸看落雨啊，突然有一天有一只金丸打上去，把它给打下来了。闺中素手是调息，然后有一个女孩就把这个大雁做成了食物，
今宵欢宴胜平时，这两阙看起来没有关系，可是我们对比一下，王国维在告诉你什么？一切境语皆情语。王国维就如同这诗行的大雁，在动荡的时局之中，始终找不到一个可以安身立命的地方。无论王国维走到哪里，王乃玉都会一路紧随，替王国维安顿好一切后才会离去。为回报父亲的这份恩情，王国维一边专心治学，一边谋划着在苏州买园置业，接奉父亲移居苏州。但这一计划随着苏州绅士煽动同乡学生驱逐苏州以外学子，引发江苏教育会逐客事件而化为泡影。罗振玉是这个学校的监督总管校长，然后他把我祖父把藤田先生都请来了。应该说罗先生是我祖父年轻时候走出了那个海宁以后遇到的一位贵人，两人在学问上在生活上甚至后来成了亲家。祖父那时候的服装就是这样的，那个年代的上衣也叫马褂，下边是长袍、布鞋、布袜，他一辈子就这个装束，他不讲究，出客的时候穿得好一点的一件上衣，只有那一件。才铺开了锦绣的被褥，又剃亮了弱点。第一个，他不善于人际交往，他都是被动的，因为罗振玉喜欢他，把他提拔他。罗振玉有没有什么本钱的？他全靠自己的才华，会跟人家交际，有人脉，是吧？动荡的时局留给清政府和大清国民的是一种颓废与萧瑟。面对举国上下嗜好鸦片、污浊不堪的社会现实，王国维萌发了试图以最高之理想存乎美丽之心的追求，挽救民众于鸦片毒瘾的苦海。王乃玉因为他死生受到鸦片的毒害，所以他对鸦片是深恶痛绝啊！如果与子孙与吸毒的话，我不认为他是我王家的子孙。这个他那句里大概就是这个原话啊，深恶痛绝。王国维说，国人吸食鸦片不能说与人们的知识道德无关，但最终之原因由于国民之无希望无慰藉。王国维的《去毒篇》一经发表，便成为当时轰动一时的禁烟理论。当时这个卢旺两个人，卢振玉从农校的角度，就是
向清朝当局呼吁，你不要为了这点利益，不但不禁止种鸦片，还甚至鼓吹种鸦片，大声疾呼。王国维是写文章。丧离与孤苦让人不得不怀疑无常之境，是否会终将一切席卷而去，徒留断瓦残垣，空对满目疮痍。从春天离开故乡，转眼间已到初秋，王国维突然接到父亲王乃玉病逝的消息，他匆匆辞别罗振宇，返回故乡。面对父亲的各类杂著书稿，王国维能做的就是为父亲撰写《先太学君行状》，记述了这位六十中寿便谢世的父亲，他一生清贫自苦，苦学成才，却名不出乡里。王乃玉女士本身，她是有很高的文化素养，通经商，这个为画画、书法。看着周家兜的这座鱼庐，门环锈蚀，粉墙剥落，已是三个孩子父亲的王国维，为生计、为学业，不得不再一次离别怀孕的妻子，带着对故土的眷恋返回北京。到北京呢，是给他介绍工作的，他有职务的。在这个当时呢，这个清政府改革了，也有什么这个一个有图书编译局，他里面做翻译，做翻译。另外给他当一个官，薪水很高，他不要当，他说我不愿意当官，我愿意做翻译。他这个办公桌坐着，他坐在北仓底下，东仓西仓那里也不去，一步不离开，三年多就坐在这个办公桌，每天坐在那里卖力的翻译。有人说王国维是属于江南的，属于月色的，他是萧生诗性境界中的行者，心在天上，身在人间。他虽没有天生的浪漫，但他却以十年的刻骨相思写下了万古柔情。1907年，与王国维相濡以沫的妻子因难产离世。从1896到1907年，你看两个人在一起多长时间？一共是11年。11年的感情，突然他得到一消息，莫氏病危啊。所以王国维6月16日到了家里头，10天之后妻子病逝。他是坐在妻子的病榻前，亲眼看着他离自己一步一步远去的，所以他填了这首词。落日千山啼杜宇，杜宇是什么呀？就是杜鹃呀。太阳落山了，听见杜鹃鸟的鸣叫。送得贵人，不遣几人住。把他给送走了。送走之后呢，他的那个房屋不忍心再让别人去住。此时惊魂先破去，凄凉病榻无多余。有的资料记载，他回到家，他的妻子已经不能说话了。还有一种解释呢，就是王国维自己坐在那儿都不知道从何说起了。往事悠悠容细数，见说他生有空，他生无。那么现在就回忆往事，有很多的事情容细数啊。总是自梦中不复，那时能记今生否？见说他生，那我们就想来生怎么样呢？可是，纵然这个盟约咱们俩约定好的，来生再见，永远在一起，那时能记今生否？那个时候的你，那个时候的我，都已经不是现在的你，是不是和我了？所以来生可靠不可靠啊？是不是也不可靠啊？
所以这个词写得极其的悲痛。漫作年时别泪看，西窗蜡炬上阑，不堪重梦十年间。这十年二字，其中有着王国维怎样的不堪回首之痛。就在王国维还无法走出亡妻之痛的时候，继母叶太夫人也离开了人世。短暂的两年内，亲人相继离去，悲痛和三个尚未成年的孩子折磨着王国维枯弱的心灵。我想当年祖父一定是也会听到窗外的风声啊，潮声啊。第一任奶奶莫奶奶已经过世了，然后祖父又和后来的潘奶奶结婚。潘奶奶是我的祖母，她来了以后应该就是新娘子就在这个房间里边，这是他们的新房。哎，那时候梳头也是一个挺讲究挺仔细的一个工作。我祖父的辫子就是奶奶给梳的，我奶奶给他仔仔细细的从上梳下去，梳下去，一直梳到后边，有个小辫儿。依旧是这栋小楼，依旧是这间小屋。一年后，岳母莫太夫人亲自为王国维选定了一位新娘。岳母的疼爱让王国维的心温暖了，带着这种温暖，王国维举家北上。家乡的潮水潮音始终在王国维的心中萦绕着，因为这潮水承载着他太多的情感与记忆。2007年到北京了，开始他写了三次诗序，总结了这个十年了，也是在这个序里宣布啊，他说文学因为我写词成功了，因此我决定要转移到戏曲来了，因为诗词曲吧，中国人这样发展过来的。他说我为什么想到要转到戏曲来呢？因为他说中国古文很精彩，他不提了，诗词全世界顶尖也不提了，小说他认为《红楼梦》顶尖也不提了，这个戏曲啊最不正，他说跟西方这个戏剧比啊，不能以道理计，是吧？这个是这个差得太远了。王国维的兴趣从诗词创作转向戏曲史料的搜集与整理，他完成曲录后发现古人所作戏曲合律万本，而传者寥寥。作为一个学者，他要填补这个缺漏。但是他说心与手不相因，这个是普遍性的规律，我能不能成功我不晓得。那么这样呢，到了北京第一年，他这样下了一个宏愿以后啊，他也没解释，他就一下子就研究戏曲了。浙江作为南宋王朝的经济之区时，盐官古曲余音海盐腔以及北方皮影南渡海宁，都作为一种戏曲形式在这里发展复兴。王东林在书里面说，我的爸爸王国维就是他到了北京以后从来不看戏，那么社会上传闻就是他不懂戏，他还写了宋元戏曲稿。其实在根子里面他是喜欢戏的，就是在很小的时候《王乃一日记》里面就讲到了，王乃一是非常喜欢看戏的，在家里自己唱戏的，这个耳濡目染嘛。然后就是盐官镇上有戏，他就带了两个儿子去看戏，霞市镇上有戏，他又带了，有一次他在日记上记得带了王国维和他的几个儿子，他又一起去看戏。看戏以后回来的时候大雨滂沱，落得像落汤鸡似的，但是他认为值，这个戏好。石榴树长高了。
1985年的时候跟着我父亲来找老屋，他们住的人多嘛，一家一家隔起来，住的是有5-6家吧，大哥。那时候破破烂烂的还没修复，后来又多次来过，现在是成了陈列馆了。我要是有机会在这住一夜多好啊，就在这床上让我睡一觉，体会一下，感受一下。其实祖父跟我并不是太遥远，我觉得不陌生，一切都在我的心里。好想好想在这睡一夜。王国维受西方文化及美学影响，想改变中国历来重诗词轻戏曲，使戏曲为庸人乐于染指，壮夫博而不为的传统。他这个研究又是从源头开始，这个戏曲最早的萌芽是吧，唐代的参军戏啊，南北朝的时候的这种像相声一样的玩意儿是吧，一直到唐宋大曲，因为戏曲还有曲了，然而唐宋的歌舞，然后古代的相声叫参军戏，对吧，一直研究到宋朝戏曲成熟，他一路上写下来什么戏曲考员等等啊，唐宋大曲考啊，写了许多论文扔下来，一直轮到元杂剧。在王国维以前，中国的戏曲不成为戏曲，就是街头街市茶坊的这种卖唱。那么是王国维写了宋元戏曲考，把这个街市茶坊的说唱提升到文学的殿，文艺文学的殿堂。鲁迅说王国维老实得像火腿，这种老实或许就是传统乡绅家庭熏陶下的谨言慎行，不仅体现在生活中，也始终贯穿在他的整个学术生涯。他看下来了以后，他认为元杂剧伟大，以窦娥冤昭示故人为代表，他说放置于世界之大悲剧无愧也。那么他伟大在哪里呢？他就提炼出他的主人公倒汤复活以其意志也，是吧？那么这个意志这个词呢，就是康德自由意志论和叔本华的这个生存意志论发展过来的。稻香中熟睡的婴儿似于杨丽凝聚声音，一个草嘴声，为什么摇晃着天大的声音？就是1907年，他刚到北京，连载发表的《人间词话》，对中国诗词评价一样高，就是有意境。他评价中国诗词到了世界上最高水平，就是有境界。到了宋元戏曲考的时候，研究戏曲的时候，他把这个名称改为有意境，叫意境啊，他有意境。第二是以自然生，就是是自然生动的。第三，他说元杂剧的语言啊，是这个楚辞佛殿，内殿就是佛经了，以后第三次语言的飞跃。我以我儿顶替一死，我舍命，我舍子，你我二人是赵氏的朋友，像生一样，死也只有一次。在死亡的门前，王国维要思量的不是生命的空虚，而是生命的价值与重要性。一时待孤儿好生在这世间行走。而王国维总结的中国的悲剧，意志悲剧，主人公是主动的，不是被动的。就是说本来悲剧这个境界跟他没关系，他为了
道义、真理、社会正义去救助人家，因此他自己跳进去把人家救出来，他自己死在里边，是主动的跟被动的之分。在1913年完成了松原稀缺考，松原稀缺考是建立了中国稀缺史学科、中国稀缺研究学科的创始人他的奠基作了，是吧？阅尽天涯，离别苦，不到归来，零落花如絮。花底相看无一语，如窗春雨，天俱暮。待把相思灯下诉，一缕新欢旧恨千千缕，最是人间留不住，朱颜辞镜花辞树。让心有段自由的旅程。